Zuma Zuma Beach 三个小妞很认真的在看，很好睡哈，对，睡一个不知道人蛋糕哦，蛋糕跟真奶，对，黑森林想家了，才来几天。Oh my god！ 这是什么？还是什么纪录片的地方吧？今天我们准备要来去 Malibu， 他们找到一间很厉害的早餐店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一个园区内的帐篷，带你们进去看看呗。三个小妞很认真的在看，那这边还有卖一些小东西。好好好好，太糗了啦！而且很喜欢它，就是大概有三四个户外的位置，是完全微微不一样的那种风格，有点像夏威夷的风格的感觉。嗯，舒服吗？很棒。来跟大家说一下，为什么昨天没有拍？嗯，昨天就是因为有了那一台粉红色超级的复古跑车以后呢，我们就狂拍。那就忘了拍 GoPro 跟大家分享。对，我也还好啦，因为你们看那个昨天影片，大概就是一直在拍照，对，一直在。车子停哪，我们就拍到哪。一直拍到。对，真的。对对对，那今天就会好好放松出去玩。嗯，对对对对。那你要看那些照片的话，我再把它放在楼下面连结啊。对对对，真的蛮厉害，蛮值得的。有来看我的 Instagram 好不好？ Instagram， 对对对 对， 对，蛮值得来租这台车的。这变成全场焦点哎。对，哦，每个人都想，每个人都想要来拍照这样。对对对，还可以，我们可以租给人家拍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用餐就要去 Malibu 喽。嗯。超级现实，好好笑哦！很认真，婚纱很认真的拍。My turn, my turn， 不要抢 C 位。快乐脚，被抓到，吃的太开心了。现在来到花莲海岸线，对，一边是海，一边是峭壁。你们看旁边像不像花莲？有有像。我们误打误撞想要来上洗手间，结果来到一个 Malibu Country Mart， 那么中间位置，嗯，休息一下蛮不错。而且这边的小店我觉得都蛮年轻，然后休闲的那种风格蛮喜欢的。对对对。很多冲浪啊，放松的东西。嗯。很好睡哈。对。睡一个不知道人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那个 Malibu 的旁边另外一个码头，嗯，对，很漂亮哎。还蛮复古的那种码头，像就是会出现在一些明信片上面的那个码头，嗯，很漂亮哎。棒哎，哇，太酷了，对啊，马里卜真的很美，它是很慢的那一种，不会是真的那么观光啊，然后热闹，对对。虽然说跟那个 Santa Monica 或是 Venus Beach 一样，都是海边码头，嗯，但这边感觉就在浪漫，再慢一点。你看，有人在冲浪。对啊，很多人呢。对啊。浪特别好的地方吗？哦，这浪推比较长。很多人呢。站在上面呢。这边还可以钓鱼。给我钱呢？
安安就好，没有钱。这边蛮猛的，我没有定位，然后就叫我等。后面开始有定位了，有定位，有定位，我就在那边等。因为我们刚原本想坐那个户外沙发，是有已经有人定位的。对，很多都有定位，那这里面也不错啦，也是有拿到位置。还有太阳。可以到上了。耶。带你们去看另外一个绝佳的位置，刚刚说的沙发在这边。这个很想在这里。Oh my god， 这个闻起来太香了。很香哎，这是牛肉吗？然后这个是那个花椰菜。花椰菜。烘蛋吗？不是，它是披萨。哦，然后这是 crab cake， 台湾就要吃这个。这看起来很厉害。龙虾球。看那个螃蟹。哦，螃蟹。螃蟹堡。这很厉害哎。天哪，这个很大片在上面，超薄超碎的。这个好吃吗？这个杨品说那个蟹饼也好吃。啊，不要吃，已经咔啦咔啦声。嗯。来一块，来，你试试看。好好吃，我看你反应。看我反应。哈哈哈哈。嗯，看起来不错哦。感觉它里面满满都是蟹肉。对，它都是蟹。蟹肉。嗯。哎，表皮还有点点酥酥，有点微脆的感觉，蛮香的。明天开始就要去哪里？啊，我们更厉害的地方，更厉害的，对，完全不一样的景色，完全就不同了。这是我朝思暮想的餐点 ，Thank you， 吐司牛汉堡，在台湾都没看到，然后猪肋排，哇哦，这怎么样？这是麦克风，麦克风，中东的食物，哦，是鹰嘴豆，鹰嘴豆，还有那种烤的。鸡肉跟羊肉，要把它弄在那个肉串弄在铁棒上面。对，弄在铁，它在烤，后面在烤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啊，欧拉拉 ，chicken， yeah。No rice。吃什么？采访一下。我吃这个啊。这什么？哦，猪肉的沙拉。没有，它是生的，生鱼的那种沙拉 bowl， 沙拉碗。哦，不是，哦，不是 pork， 看错了。OK OK。我去找其他人的吃好料啊！哦耶，吃什么？我吃鲜奶茶，这是鲜奶茶。啊，你只买鲜奶茶？我那边买了那个 burritos。啊 ，burritos， 哎。哦。它今天很可爱，它好像是那种墨西哥料理。嗯，让大家瞧瞧看我们的异国料理，真的，那是异国料理，墨西哥料理 ，Mexican burritos， 然后这个是。Barbecue ribs， 这个是 poke， 然后这个是中东的 kebab， 好像是韩文的欧巴。朝思暮想的手撕牛肉，好不好？大家要尝尝那手撕牛汉堡。你爱的手撕汉堡。超爱，来来，快吃快吃。这个好好吃哦。会聊，就超好。我等一下要来吃一口这个。好，那你要吗？等一下先，你先处理你的。当然现在很忙哦。对。好你要吃一个吗？好，我等一下拿。好，我给你发票。你先来吃那个胡哥的最爱。这个吃不完我都可以带走。对，来吃一看胡哥。嗯，好。很好吃，它肉很嫩。
超嫩的哎，嗯。哦，那个小叮当的口袋吗？对啊，拿小叮当。小叮当的口袋哦，装很多嘞。他装了两个小时还在装。还没装满。还没装。装都可以装进去啊。这第三盘了。装不满。可以把这个装进去吗？对，装个乐牌。看他的脸。Enjoy。让我想起那个多年前的女友。多年前女友。啊。九年前你啦，你啦。吃饱散步一下，这边真的很多特别的小店，就是对各国的一些特色的甜点也是啊，对甜点看起来很棒，可是都超甜超甜超甜，对，这千万不要碰，牙齿会坏掉。要吗？我说它有点饱，我有点饱算了啦，但是就很可爱，它用冰淇淋杯，然后里面放那个 espresso 吧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可能还有加冰淇淋之类，好特别哦。对，不错不错。Maybe next time 好。到 Farmers Market 的旁边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那天有来逛这一间。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情哈。你说的。就刚才去那个比较吃传统啊，然后农夫的感觉市集，然后现在隔壁马上就是商场，对商场，园区类，对。而且晚上真的也很美。没错，杨品庄可以逛一整天呢。你看，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品牌。超大间的，然后刚出很可爱，他说：“哎，美国的85°C，对，台湾仿的，是不是？”我以为是美国来的。要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，好，那我们进去买一下。我们也去买一下。好，我们新买的蛋糕跟那个珍奶。蛋糕哦，蛋糕跟珍奶。对，黑森林，我们想家了。想家了，才来几天。我们出发的时间太晚了，老公。我现在打哈欠了，因为我们之前查着查，大概去那个 Joshua Tree 的话，大概是两个小时。就因为我们太晚出发，他们已经下班时间了，大概3点多以后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差不多。对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卡住，比较晚 check in 到我们的那个饭店了。老公辛苦了。天哪，我们刚到我们今晚住的饭店。哎，那里太荒谬了吧。天哪，荒谬的美。我们先从外面看一下。你看这个四个。哇，天哪，唐一。这个就是在拍。Oh my god，是拍 MV 还是什么纪录片的地方吧？记得烽火台哎！天哪！天哪，好高级哦！哎，它庭院超大的啦。然后那边还有那个 Jacuzzi。Jacuzzi 哎，很大那个浴缸。哎，这它的院子，那个躺椅都要跑过去。对，吊椅。当然现在狂拍中，大家太惊艳了，太惊艳了。来看旁边的那个植物们，天哪！天哪，这个浴缸超大，按摩浴缸，它感觉是自动，哎，还有锁 ，baby， 你看。对对对，它有给我密码。对对对。哇，好高级哦！远方还有另外一个桌椅。对。10分钟，我们大概要换个7套，因为还有室内。从那边慢慢换过来，笑死了啦！好美哦，你看这个，赶快收，赶快躺去，快点，来杨敏，快点，好美哦！哎呦，好棒哦！哎，买它啦！
不然呢？天哪，太棒了，好喜欢哦！共用的。天哪！捉迷藏都会找死的。捉迷藏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家。夸张，夸张！哇，哎，你打开了，来看一下。而且没有蚊子的地方。哇，你可以裸泳哎，老公，哎，他已经帮我们放好池子吗？温的，对，是因为太热了吗？哇，好舒服，好想泡啊！对呀，很舒服啊，它是可以加热的。哇，真的好棒，然后哎，很高级耶。这个水是干净的吗？边躺着边喝酒。来，我们看完了外面以后，是不是想要紧接着看我们室内这次住的地方？来，先看到一下我们的厨房，已经被我们的东西占据了。但是我很喜欢国外这种中岛式的厨房，它每个用料都是很不错。给我们的水。蒸汽模式这样子，东西应有尽有，我们已经全部看过一遍。它有茶、咖啡啊，你看那个调味料。然后这位小姐就是一直狂自拍，是很漂亮。你看我换了一套衣服，因为我们在夕阳那时候正夕阳的时候，我们在外面拍了两套衣服，很值得，对，就是很值得大拍，有没有？然后福哥很好心，因为这一这一间一晚大概是我记得应该也要20000吧，有点忘记了，所以就想说我们就好好待在室内，然后享受那个晚上的萤火啊。摄影师拍照拍累了，让他休息一下。真的太好拍了，真的太好拍，太美了，我们很惊艳。然后我觉得我们有仔细看它每一个那个抱枕啊，任何一个摆饰，我觉得它都有精心挑选过。光这个椅子，它的编织，这个一定不便宜耶。然后这边很贴心，给我们超多毯子的，重点它毯子挑的颜色，看，超好看的。好，先看一下其中一间房间，你看有点民族风，嬉皮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窗帘，那个白天拉起来是超漂亮，整个看出去是很惊艳的。看这些小巧思，超好看的。然后你看它选用的地毯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浴室，它一层楼它挑高蛮高的，是不是很可以啊？觉得来到。美西是一定要来，就是去 Vegas 之前可以来，因为这附近真的超多漂亮的一些民宿跟饭店。然后是另外一间，你看那个木质的质感超好的，这个东西。这是超美的。等一下我们准备喝的酒。家具真的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来，最后一个 ending 自拍。